大家好，从这个视频开始为大家分享中兴林志大钱铜币判别知识。1906年在两江总督周馥主持下建造的新造币厂完工，称为新厂，改各厂总名为江苏江宁户部造币分厂。原来所用的铜币主模全部放弃不用，改用全新的大钱铜币中兴林志当首文模子。这一套币共有一文、二文、五文、十文、二十文五种币值，林志有阴刻、阳刻两种，阴刻版有细字版和重刻艺术版之分，阳刻有的有圆台，有的没有。其中二文、五文、二十文三种只有少量试验币传世。中兴林志大钱铜币根据正背面不同特征可分为多种版别。第一版，丙午阴宁被水轮有年号，正面为丙午纪年，就是1906年，中间圆台上阴刻林志，通称为丙午阴宁。背面轮身站立，轮身下有水波纹，下缘阴文 N 和 C 之间有一颗星号连接，通称为水轮有年号。这一版较为少见，上品市场价格在800元左右。第二版，丙午阴宁被有限水轮，正面同上一版一样，背面也为站立的水轮，但是下缘阴文 N 和 C 之间没有星号连接。右上侧轮壁位置有一条飘线，通称为有限水轮。这一版比较多见，上品市场价格在10元左右。这个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个视频继续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。